人总是要给自己出题目的，这到岁末了嘛，就老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自己的2023年。这个题目实在太难了，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答案。反正我的2023年过的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但是这句话我还是找到了。怎么找到的呢？其实这句话你也听过，你坐飞机的时候会听过。话说今年某一次坐飞机，我又听到了这句话，当时我是虎躯一震，大腿一拍，这说的不就是我的2023年吗？这句话是，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懂得都懂，回想起来还是要感谢这句话，因为在我内心里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毕竟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我可以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坐一趟飞机，这句话至少要听两遍，起飞一遍，降落一遍，如果遇到颠簸还得再听几遍。新年就要到了，祝各位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度过颠簸，安全降落，准时起飞。欢迎回来，此刻我们是在深圳春茧体育馆。如果你在直播间里收看本场演讲，在直播间里打出来你在哪里。这里是由深圳卫视全球直播、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得到 APP 同步网络直播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今年是第9场，也是倒数第12场。跨年演讲到了第9年了，坦率地说它也有一个审美疲劳的问题，所以我就不得不追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跨年的时刻你为什么要听一个中年人跟你唠叨4个小时呢？如果我觉得是为了听我指点江山输出评论，那肯定是我出问题了，回去该挂号挂号，该吃药吃药。因为你也不会喜欢，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所以现在站在这个台上的我到底对你能有什么用呢？有的人说有用啊，在罗胖的 PPT 里可以找到好多金句，能用一年啊。但是这一点点用处不足以支撑这个舞台。所以对你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真的很折磨我和我的同事。哎，这让我想起来当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时候听说过的一个段子。话说我们电视系的一位师兄，有一次呢，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要交一条片子。要知道编辑一条纪录片是很复杂的，你得拍，你得写词儿，你得编辑，你最后还得合成，所以这个作业通常是要用3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但这位仁兄呢，特别的佛系，一直到了第二天要交作业，头一天晚上还啥都没干。那怎么办呢？所以头一天下午，
他跑到戏设备室，借出了一架摄影机，打开镜头盖，开机，然后就拎着这个摄影机在校园里面就这么在地下就这么溜了一圈。大概的意思就是现在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个，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片子一刀没剪，没有编辑就交上去了。万没想到的是，这份作业得到了老师疯狂的表扬。为什么？因为他给这条片子起了一个好名字，狗眼看世界。这个段子听起来很荒唐，对吧？但是他对我此后几十年的工作都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他告诉我，世界虽然还是那个世界，但只要咱们肯换角度，哪怕只是镜头的位置稍微低那么一点点，总能看见全新的东西，而且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我想这可能就是跨年演讲对你的用处吧。这个世界总不能全是热点和流量，总有那些东西它对你非常有用，但是它藏在各个角落里，它不作声，它没有流量。所以你也需要一条巡回犬帮你叼回来。是的，今年的跨年演讲我就是用这条金毛的精神来准备的。巡回犬就像这只金毛犬，我到草丛里，到泥坑边，到树荫下，到视野外，一旦发现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咬住不放地叼起它，四蹄翻飞地跑回来，气喘吁吁地给你看。那作为一条巡回犬，我又有什么信心觉得我叼住的这个东西对你一定有价值呢？嗨，因为人间，尤其对我们这些做事的人来说，左不过就是那些难题，而每一个题目都绝不止一个答案，而真正有趣的答案往往在你的视野之外。先说一个今年我遇到的一个我自己觉得挺受触动的答案。这个人叫林森，是在云南昆明经营着一家柠檬茶品牌，叫麒麟大口茶。公司不大。今年我有幸去问他，我说你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哎呦，他说卷得要死。然后打开手机给我看，你看这是我们这个行业今天上新的新品，好几十个，就这么卷。那我说卷着卷着能好点？他说不行，长期会更卷。你想，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30年之后即使什么都没有变，我的目标消费人群少一半，而且那个时候年轻人少了，我的用工成本会飞涨，所以干我们这行很难。哎，听起来这是不是一个对未来很悲观的人？那我就接着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你是死扛着还是干脆改行？他说改什么行啊，研发呀。在过去一年里，他就在琢磨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可能研发一种店型，一种店的形态，我只用一个人当班就能运营一家茶饮店。那如果这真能做到的话，当然非常好，因为如果只用一个人就能运营一家茶饮店的话，你人工成本下来了，你店租可能也下来了，因为店面可能会小一点，你的管理成本也下来了。但问题是，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各位总去喝过茶饮，至少得两个人嘛，一个人负责介绍产品和收银，另外一个人去做这杯茶嘛。那林森就问了，说如果非得设一个人介绍产品，那会不会是因为产品
SKU 多了呢？我能不能干脆就砍到就剩一个呢？那我这个人不就省下来了吗？好吧，就算你砍掉了这个人，店里还剩一个人，难题也很多呀，还有很多事情要攻克的。比如说店里只剩一个人，那你就不能转身屁股对着你的顾客，对吧？所以要把后面吧台上的所有设备集成到前面的吧台，而且因为他有一个人，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设备集中在他的臂展能够控制的范围内，他站在那儿一步不用走就能够得着所有设备的操作。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大轮研发？那这还没完啊，因为一个人面对顾客大眼瞪小眼，你的那个动作就必须得有观赏性，得优美啊，所以又得去研发。林森请了大学里的武术老师来给这些小哥哥们做动作指导。你看这个动作都是带范儿的，得有观赏性。再比如说一个人的店面，它会不会显得冷清和单调呢？没关系，研发呀。他们研发了全新的店面，在装修上装进了大量的人的表情，夸张的表情和笑容，热热闹闹的，所以看起来一个人也能很精彩。哎，这样的店是不是看着还挺棒的，对吧？那这个店型能不能赚到钱呢？在商业上能不能走得通呢？林森告诉我，现在还可以。他目前在昆明103家店，其中有48家店已经完全实行了这种店型。啊，其中有一个店，一个月的营收，一家茶饮店居然只有3万块钱，好惨淡。但是因为用一个人呢，所以成本低啊。这一家店居然当月还发现挣了1万块钱，所以林森就跟我说：“哎，研发了这个店型，我对我的这盘生意将来的存活能力信心就提高了。”我不是茶饮界的内行啊，我不知道这个实验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反正祝愿林森，愿他成功。而我今天把这个案例告诉你，是因为它触动我的地方不是什么商业上的技巧，而是它在2023年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乐观者的样子。你发现没有，林森对未来是乐观吗？不是啊，他觉得未来会很可怕。乐观者不是傻呵呵的相信永远阳光明媚，乐观者是觉得明天要下雨就乐呵呵的去找伞，区别就这么一丢丢。什么经济周期，什么人口结构，这种大的变局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我们又能拿它怎么样呢？我们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在给定条件下怎么行动，让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点。一行动就有创新的可能，突破也就在其中了。就在前2个月，我和那个著名的媒体人李翔老师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饭局特别多啊，那在饭局上关于未来大家是悲观多呢还是乐观多呢？李翔说都有吧。哎，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岁数大的偏悲观，岁数小的偏乐观。然后他一扭头问我，罗胖，你是悲观还是乐观？话都说到这份上，我能怎么回答？我说乐观，必须乐观，因为悲观乐观事小啊，年不年轻事大呀。但是大家深想一层啊，其实所谓的年轻指的并不是岁数的大小，而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认定。我还能不能干？我能干，
我就得年轻。我要是觉得自己啥也干不了了，甭管是因为外界还是因为自己，那咱还真就是老了。顺便说一句，今天我们这场跨年演讲又回到了深圳，这也是我喜欢深圳这个城市的原因。我们之所以经常说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不就是因为它充满了行动的能力吗？各位，如果你此刻不在深圳，你在我们跨年演讲的直播现场，你稍微感受一下，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到深圳，这里到处都是热气腾腾，小哥哥二话不说凑在一起就是谈业务，小姐姐一言不合打开电脑就做 PPT。 这么密集的奋斗人群，真的我也算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么密集的奋斗者人群。谢谢深圳人。我听说啊，说深圳地铁关门的速度比其他城市都快一点。深圳人经常自嘲说，啊，我们就是搞钱，听着挺没劲的哈。但是我跟深圳人了解的越多，熟悉的深圳人越多，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因为跟你不熟，说不着。所以深圳人是用搞钱这两个字，他觉得你可能比较能听得懂。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只有深圳人用搞钱这一个行动的名词作为自己的标签。如果已经有三四年你没来过深圳了，我强烈建议你找机会来一趟，来一趟深圳。你不仅会看到一个热火朝天的深圳，你来深圳之后，你还会反观自己，看到自己生命中那个热火朝天的部分。我再给你讲个故事，也是关于行动的故事。今年啊，有一个热点话题叫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啊，有些学校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就在课间十分钟的时候不让孩子们出课堂下楼去操场，那出于安全的考虑吧。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不是办法呀，咱得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呀。哎，你别忙着下结论啊，因为任何一个常态的问题变成了热点事件，一定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特别难，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你说孩子都下去了，那老师顾虑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如果你是教育领导部门或者你是校长，你会怎么办？怎么把这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出个文件，搞个规定，派一组巡查员到了课间就把孩子轰出去。哎，今年我就听到了一个新答案，这个答案来自于我们跨年演讲的常客李希贵校长。李希贵校长现在已经从北京十一学校退休了，他现在是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校长。那你猜李希贵校长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会保证这孩子的十分钟，还是会延长这课间的十分钟？不，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居然把课间十分钟改成了课间五分钟。你没听错啊，北京第一实验学校课间只有五分钟。所有听到这项改革措施的人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这样，我当时也是啊，说五分钟孩子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啊。哎，你儿子这么说，李希贵校长就来劲了。对呀，他就开始反问你啊，学生为什么要集中在课间上厕所呢？为什么不能随时想上就去上呢？
根据他的教育理念，什么叫学校？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浓缩和预演。那请问你在单位是规定时间上厕所的吗？在工业社会，人可能确实要准点上班，准点吃饭，甚至规定时间上厕所。但是未来这帮孩子长大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啊，大部分人的工作的节奏是自我调整、自主规划的。现在很少有公司在规定什么时间你只能在什么节奏下去上厕所了吧。所以在第一时间学校，在课堂上，如果学生觉得我要上厕所，连招呼都不用打，起身就去，想去就去。好了，问题来了，那如果学生想去就去，说得轻松，课堂纪律怎么办啊？老师讲课的那个连贯性怎么办啊？你看，有意思的事情又来了。李希贵校长说，正好啊，倒逼教学改革呀。因为学校从来就不主张满堂灌，要多元化教学，但是这个理念是很难落实的。现在好了，老师必须顾及到有孩子需要去上厕所，所以课堂上集中讲授的时间就不会超过15分钟，老师是讲一会儿就必须组织孩子讨论一会儿。而且在北京第一实验学校，他们为此把整个教学空间设计也变革了，根据学习任务的不同，一节课期间学生分布在不同的空间里，各有各的学习方式，各有各的讨论小组，而不是传统我们上学那会儿学生排排坐跟老师大眼瞪小眼。所以学生当他从集中讲授到分组讨论，又是3-5成群的讨论，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上个厕所。去厕所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想去就去，课堂的节奏一下子就变得有章有弛。这就完了吗？没有，这个变革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一个连锁反应，你会发现在这儿拖堂的现象消失了。要知道在第一实验学校实行的是走班制，跟我们上大学比较像啊，就学生其实没有固定的教室，而要根据课程表在不同的学习场景当中去转换，所以课间只有5分钟，只够一个学生从这个课堂跑到另外一个课堂，所以下课铃一响，学生站起身来就得走，因为下一节课来不及了。老师想拖堂，嘿嘿，不好意思，您没理由。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呢，连锁反应你可能也想到了，就是一般的中小学课堂开始时候的那一套仪式也没有了。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吗？一进课堂，老师往讲台上一站，然后就是起立，老师好，同学好，请坐，得有这套仪式，对吧？但是现在课间只有5分钟了，学生从校园的不同地方汇聚过来，进门的时间有早有晚，所以老师也没法怪他们，所以这套仪式也只好取消。你可能说不对吧，如果这套仪式取消了，那尊师重教的传统怎么办呢？李希贵校长的答案也很简单，你在工作单位尊敬领导，需要领导好，同事好，请坐这套仪式吗？如果成人社会不需要，那学校也不需要，尊重老师不靠这个。所以你看，这一套仪式取消之后，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就完了？不，还有连锁反应。大家别忘了，每个课间省了5分钟，那全天加起来可就将近省了1个小时啊。这1个小时时间怎么办？在北京第一实验学校，这叫自主时间，让学生自己安排。您随便，你是去讨论、去做实验、去发呆、去操场上踢个球，随你，学校没有安排。当然，老师会从旁观察，发现问题，随时指导。那为什么这么做？道理很简单啊，
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未来的成人世界里，每个人都要自主定义任务，自己规划节奏，这是一种能力啊。我们在学校期间每分每秒都被别人规定，一到单位你就让这个人有自主性，这现实吗？这个能力什么时候培养？就得在学校的时候培养。所以你看，把课间十分钟改成了五分钟，这一项改革推动了多少事情。我当然我还没有说完啊，还有一些副产品，比如说学生需要在一节课后快速地整理好自己的书包和学习用品，然后飞速地跑到下一个 课堂，那对学生的自理能力甚至是体能也是一种锻炼。据说实行了这套制度之后，中午食堂卖的饭就多了。还有一个连锁效应你可能没想到，就是校园里的霸凌事件变少了。为什么？因为以前的学校里最容易发生霸凌的地方就在厕所，学生集中扎堆上厕所嘛，厕所里又没有摄像头嘛，所以起冲突非常频繁。现在好了，大家分头去，霸凌事件减少了，而且中小学厕所利用率是一个老问题，这次也改革，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哇，我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真是在内心里发出一声赞叹。我今天给各位讲这个例子，不是想推广课间五分钟这个具体的变革措施，毕竟每个学校的约束条件不一样。我也不是想讲什么教育理念，而是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让大家看看一个具体行动的价值。对，行动的价值。刚才我描述的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里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里面有好多观念的变革。比如说课堂教学应该怎么设计，老师该不该拖堂，该不该有课堂开始的仪式，学生该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学习，这都是观念问题。如果要把这些理念全部讨论清楚然后再落实，不好意思，那就永远也落实不了。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老师该不该拖堂，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吧，不该，对吧？但是老师嘴上不说，心里会嘀咕一句话的，拖堂是为了我吗？我多讲五分钟我不累吗？这不都是为了学生好吗？只要老师心里还这么想，哪怕他不说出口，拖堂现象是不可能根除的。而李希贵校长通过这一个动作把课间十分钟改成五分钟，变革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争论就停止了，理念就落地了。这就是把问题具体化到动作的价值。我们经常向李希贵校长请教，他有一句话他经常说，他说人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啊？不是天天坐在那儿讨论理念，而是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场景和行动中。简单说就这六个字，一具体就深刻，深刻从来不来自于道理，而来自于具体的行动。对，我自己也很惭愧啊，因为过去我准备一场跨年演讲，我总是在写稿子的时候力求多跟你讲一点道理，这个道理最好还是新鲜的，表达方式最好还是深刻的。但是站在2023年的年尾，我回顾自己这一年的生命历程，我最受感动最有触动的那些部分绝不是听到了什么新道理，所有让我眼前一亮的事情都是因为一些特别具体的行动。这个人叫何帆，大家都认识，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这几年的跨年演讲我都会替他发一本记录当年
中国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书，叫《变量》，今年是第六本。那他的书我们一会儿再说啊，我先说说他今年做的一件事儿。何凡老师今年考下了一张电工证，恭喜中国诞生了第一位有电工证的经济学家。下次如果何凡老师到你那儿去调研，你要是正好电风扇坏了，可以顺便麻烦他一下。那你说何凡老师考电工证是怎么考的呢？是坐在书斋里看看书想问题，然后参加个考试？不是，他是真到了江苏常州技师学院，花了14天的时间，最后是以理论课99分、实操课100分的成绩拿下了电工证。那你说，哎，他是个经济学家，他甭管在书里是怎么写，他书里有一套道理，他为什么要考电工证啊？但是打死我都不相信他将来要吃这碗饭。所以你说这张电工证对他有什么用？也许没什么用，就是他穿上鞋，披上衣服，出了一趟门，他进入到了未来产业工人的真实生活当中，他成了一名年过半百，还住过学生宿舍，还和其他学生挤过食堂打饭，还去上课打卡交作业，还在操场上跑操的时候看年轻人谈恋爱的经济学家。那你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2023年他内心是不是一定也有很多困惑？对，但是当他披上衣服出了一趟门的时候，他真的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成了一个一边考电工证一边思考年轻人的就业问题的，一边在养猪场里学养猪一边思考通货膨胀问题的，一边在重庆的山村里跟着农民学习怎么种花椒一边思考货币问题的这么一位经济学家。这个经济学家当然就和别的学者不一样，也许更深刻。所以刚才我讲了三个故事，无外乎就是这么一句话：一行动就创新，一具体就深刻，一困惑咱就出门嘛。2023年，每当看到这些走出门的具体行动，我经常会眼前一亮。咱们今年的跨年演讲，我可就这么讲了啊，我负责当好各位的巡回犬，给你叼回这一年让我眼前一亮的那些事儿。接下来几个小时，我们会回答这些问题：开一家店，怎么能够尽快做到盈利？成本越来越高，怎么能省钱？行业卷，怎么不被对手牵着走？传统行业怎么用好人工智能？创业怎么找到全新的社会网络？那在12点之前，那一部分，我还会发布我的一个项目。虽然这个项目是我的，但是我要把后半生全部搭进去。如果你坚持到最后听完本场跨年演讲，你不仅会听到我要干什么，你还会听到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希望我的那个姿势对你有启发。今天晚上我们约定好了，你一边听我讲，但是我恳请你，你心中要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看看你自己的那些老问题能不能在别人的干法中找到新答案。